来游览这上面宜兰一日游啊，是参加第二次才认识音凤的。啊，他不要讲名字说，啊，我刚才都讲陈同学，你还讲名字出来？全名都出来了。原本是那天是没办法来的，大声一点。原本那天是端午节没有连休，然后没办法来，但是老板突然宣布说可以休三天，才让我有缘来第二次。哦，所以你不是第一次认识啊，第二次认识是自己来第二次。啊，第二次是参加什么认识？就是苗栗一日游，哦，苗栗一日认识。哦，我，哦，不是日月潭啊，不是不是。哦，第一次是5月19号。哦，啊，后来是6月嘛。对对。绣球花。对对对对。还怎么要到他的 LINE 啊？就是。就是试试看啊，提起所有的勇气跟他要要看，因为当初他跟他跟一个朋友来玩，我想说他们应该只是单纯来玩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因为分到组同一组跟他要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刚好同组，对，然后就有这个借口。对对对对，他就只是要，还是你跟他先用手机硬塞？没有，我就直接要了。哦，直接要，啊，单刀直入。对对，单刀直入。不拖泥带水，哇，哦，真的没有，对啊，提起勇气，对啊，所以有在心里面练习很多次，对，心里面练习，哦，所以内心戏很多。那回去之后呢，有怎么聊？回去啊，哦，就是会抓双方面有空的时间，所以你有先问他什么时候空？没有，都顺其自然的，顺其自然，对啊，哦，就你先。你就赖之后，然后他有回，对对，有回就开了了。哦，他只要一回，你就马上秒回。对对，秒回，不然除非我去上厕所或干嘛的。哦，除非基本上只要上面第一句讲完，下面就一直开始就一排噼里啪啦的。哦，就狂打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没有停过的。就可能他刚好下班，对吧，啊？你就一直聊。对啊，对啊。他通常聊多久？对对对，聊多久？我聊差不多2个多小时。哦，只要他有空，一聊就2个小时。对对，啊，对。就第一天之后，对，但是我们是天天的，几乎从那时候3个月都没间断。哈，三个月每天2小时，从6月到现在，每天还2小时。对啊，每天，但是不仅没有断过的，哦，真的，对吧，啊？好棒，太可怕了，真的没有人讲。对啊，那所以你们聊多久，后来他才愿意跟你出去，啊，就出去吃饭。啊，你说第一次，差不多2个礼拜。哦，2个礼拜啊，哦，注意了，重点哦，等一下有讲真的啊。哦，2个礼拜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按，啊，第一次是去做什么活动？去那个安和夜市，安和夜市，新店安和夜市，哦，新店安和夜市，那个观光的夜市。所以是他住新店还是你住新店？我们两个都住新店。哦，刚好住附近啊。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那，啊，你家离他家多？家只要10分钟出就到了。骑摩托车还是走路？我说骑摩托车，哎，骑摩托车，好，哦，10分钟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坐3段，他住那个中那个白人。哦，不用讲，不用讲出，哦，不用讲出来。啊，就10分钟的距离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还不错，就很快，啊。所以住近一点还是蛮方便的。把油钱省下来当聘金嘛？聘金不用啊，那个10块拿直接当聘金，聘金要几百没有？那你第一次哦，就是去那个安和夜市吃这样？对啊，走走，然后去看夜景，看夜景，对吧，啊？哪里有夜景可以看？其实也不算是夜，这是算新店的夜景啊，它那个算有一点快速道路上面拓宽，然后还不错看的。哦，就是。哦，不是山上，就一般的观景台。对对对对对，啊那个，啊，你第一天就带人家看夜景？对对啊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我第一天看夜景哦，还没有这样子偷偷这样，这样摸一下这样，有吗？你有乱来吗？没有没有，很老乖很乖，照 SOP 啊，对对，照那剧本来，剧本对剧本，哦，好啦，这样 OK 了，这样谢谢谢谢。
晃起来，晃起来，干什么？好可怕！姐姐来了，他就说没有嘛。你在这边想也知道没？我那时候原本想要直接在那边呐喊，你直接呐喊呢？我想说太没劲，我那时候在左边喊，晃起来才有感觉。不能晃，录影，晃起来，哦，都没晃。